我儿子们真懒。没他不吃的，干嘛吃这么硬的呀，哥们儿？哎，饱了。我太聪明了。得练牙那阵子。磨牙呢，这上牙签吧。大牙签。哎，真好。跟你吃豆似的哈，哎，那个真甜，你看把外面那个绿色的皮子给扒了，再吃里面那芯儿啊。妈，太把皮子剥了，吃里面了。他这样的，哎，怎么吃皮？做的吃凉那个嘞？那人吃苹果一样，人都不想吃皮的。嗯。那他也剥出来了，那他吃那个，不乖哦。乖，他吃的特执着哈。是啊。其实人，其实动物就是你那么聪明，自己不会做人的吧？是，你打。哇靠！你们吃火鸡，吃火鸡。吃给你们看还行。闻味道不一样，而且他刚才闻了一圈的，选的这个嫩一点啊。嗯，为啥他你好？你看后边还靠着两个竹子上。就吃开始吃饭就吃菜干嘛？特别多一，你看。嗯。有那个那么多在嚼你呢。好了，太好玩了，这个。吃 N 多，然后他开始嚼。他就是嚼几个也是不够用。一起。这是得吃的，哇！你一看看，哎呀，吃 N 多啊，然后要抓一把拧转着了，你看一直转着，你看到吗？他是认识显然吗？认识，他什么玩意儿，多聪明，他闻气味也知道啊。